卓生，咩啊？部機有事啊？部機 jam 咗紙咩？係啊，我哋兩樣我識。可唔可以睇睇？唔該曬，咁我去攞啲新紙過嚟先嚇。得㗎啦，得㗎啦。唔該曬你啊。萬力國際嘅張生嚟嘅開會啊，如果入唔到啲文件出嚟，我死㗎。哦，冇事㗎啦，嚇？唔該曬，卓生。唔使，放心啊，永少，足球交代落㗎啦。佢話你話投資大計叫 back up 你啊嘛，太好啦。咁長時間研究過呢個ACT集團㗎啦，潛力好大，短期內咧一定大幅度上升㗎嚇。 用我哋銀行名義大手買入咧，一定可以幫銀行賺大錢，你睇下。得啦，祝 Sir 咁信你，咁唔通我唔信祝 Sir 咩？係，係。係，明少，冇問題㗎啦，我即刻同你辦埋手續先啦。好，喂，唔該晒。拜。啊，大沙波，你真係將你私人户口啲錢咧，等晒落去嗰只咩美國 AABC 啊 ？ACT 集團嘅股票。 你知唔知有錢唔賺嘅啫？會點啊？俾雷劈嘅。就算真係俾雷劈咧，都唔使搏咁盡嘅。行開，唔搏到盡啊！點樣可以喺短時間裏邊賺大錢咧？我要話俾人知，雖然我讀書少，但我有眼光，我識得投資啊！嗰個咁嘅 Tom 咩，成嗰日以為自己最托，讀多兩時書咧錢搭人。我要話俾佢聽啊，我卓一鳴唔係浪得虛名嘅。 点啊？有啲紧张？我紧张系因为阿爸都攞过呢个奖，好多人都对我有期望，简单到好似一份支持，我都要不容有失。大哥啊，攞个银行家大奖咁大压力，咁啊几辛苦噶喎吓。如果阿爸喺度，我谂佢一定会好开心，我今日攞呢个奖。 喂，卓生，第件事啦，银行啱啱收到美国证监会嘅传召信，指你涉嫌利用两物消息买卖证券，违规操作。点解会咁啊 ？Wendy， 我一阵 call 你。一心，咩事？哥啊，今次麻烦啦，接落传出消息，话美国证监会指控你违规交易，而家有几十个记者喺晒颁奖会场外边等紧你啊！即刻 call 财爷翻银行。 至於頒獎會嗰邊，你諗個藉口同佢哋講聲 sorry。OK。 做咩事啊？美國證監會指控我哋銀行進行內幕交易。點解係咁㗎？阿健，揾個位停車，送少拉翻屋企。早晨，一明，我同你翻銀行。好。 银行门口咧，其实咗大飞机都等紧你出现啊！你最好唔好翻嚟住啊！叫财爷喺停车场等我。卓生，银行几时大手买入美国 ACT 集团嘅股票？系边个决定？系边一月边日？同埋点解要买呢个股票？其实件事我都唔系好清楚，或者咁啊，我了解一下再通知你。你系财爷嚟噶，你点会唔知啊？ 你查清楚再通知我，记住，净系通知我得。系，卓生。喂。 知道啦，边个打嚟？系咪有咩进展啊？而家打算点啊？
你幫我講，係咁嘅，其實係我叫財爺去買 ACT， 因為有一日咧，我見到 Fiona 啲文件，佢話萬力集團去收購 ACT， 所以其實咁樣做，我都想幫銀行賺錢啫，我諗唔到咁樣會違規㗎，我都諗唔到咁樣會累咗大哥你。如果真係我知道嘅話咧，我打死都唔會咁做啊，大哥。 咁多年，真系咁多。大哥，仲走嚟呢度做咩啫？跟住仲有记者未走喎。 今日我可以有机会同我拍一样接受呢个颁奖，文行界最高荣誉。大哥，走啦，好啊，翻啦。知唔知我为咗今日嘅颁奖，我份广告足足度咗一个星期。对唔住啊，大哥，系我唔好，搞到你冇咗个奖。如果你以为我重视个人嘅荣誉得失，你错啦。 我重视嘅，只系你对我信任、认同同埋肯定。知唔知点解我名叫一元 ，Rene 叫一心，富似一元，成似一心。意思系富贵可以由一蚊而起，但系要有成就。 就要有诚意，即系由个心做起。阿爸创立银行嘅宗旨，除咗帮人创造财富之外，仲要讲求用心，点样有意义咁运用财富。我知道阿爸好想我哋两兄弟秉承佢宗旨嚟打理银行，但你偏偏违反咗阿爸创业精神。 你为咗谈，竟然不顾诚信，利用内幕消息进行买卖。阿哥，我知错噶啦。冇，你冇知错。我俾足一日时间你向我坦白，但系你都冇讲出真相。你根本就唔珍惜我俾你嘅机会。大哥，头先我喺车已经讲咗真相噶啦。冇，你只系讲咗一半真相。头先个电话通咩打嚟？ 佢查到你喺我哋证券行用啲私人嘅户口大量买ACT股票，你唔知为我哋银行赚钱咁简单，你仲要借呢个内幕消息为你自己大赚一笔。知唔知点解阿爸要改你名叫一明？我相信佢好想你一鸣惊人，但我更加相信佢唔想你偏离佢宗旨做人。你真系令我好失望，你点会咁做人？ 系咪因为冇阿爸冇我睇住你成长，你又行歪咗？我唔了解你，你究竟仲有冇得救？仲有冇得救？